通厂爆炸了！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刚刚。出人命没有？那没有，但伤了十好几个人，正明伤的最重。我刚把他送来。在哪儿呢？你赶紧给我来吧！我正在家吃饭呢，就听"咚"的一声。我家玻璃都震碎了。我出来一看，通厂的烟囱冒了那么大一团火，我就赶紧带人赶过去。好像是。 同厂的反射炉爆炸了，整个同厂都着了，房盖都烧塌了。好多，那怎么炸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看，书记，书记，书记，出去。 医生怎么说？都是烧伤皮肉伤，没死人，正在里头爆炸呢。书记，行，你们都坐下吧。书记，找个地儿歇会儿。书记。 怎么回事？燃烧，燃烧出问题了，反射炉燃烧的问题，跟烟囱冒的黑烟有关系。你不是告诉我你检查清楚了吗？我就是在检查的时候。